市长伟泰甲小朋友耍着泡泡，相当的欢喜。这嘛是市府文化局今年首度举办的最高峡晴空艺术节，其中泡泡互动魔法的活动，除了亲子互动游戏以外，艺术节阁安排晴空剧场、晴空市集等等的主题。在活动期间，从八月一号到八月十六号的周末期间，有非常多的活动，包括晴空市集，有很多非常有趣、好玩、好吃的这样子的一个市集。那也有所谓的亲子的活动，包括指导小朋友做纸飞机。大家认为做纸飞机很简单，其实它是非常专业的。那另外，我们也邀请了很多台南在地的非常杰出的舞蹈团体，用舞蹈的方式来诠释水交社的文化历史跟故事，同时也有一些戏剧的表演。市长伟泰表示，伫个水沟乡园区安排多元的活动，就是希望让大家更加了解这个园区。伫个文化局的规划之下，已经唔那是眷村的水沟乡，有真侪杰出的元素拢融入园区内底，真适合大家来探索。知道我们在水交社有非常非常多的太多我们无法磨灭的一个记忆，水交社不应该也不再是只有眷村的水交社。我欢迎各位好朋友，来自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一起来细细品味我们这个具有空军元素、眷村元素还有台南元素的水交社园区。八月一号开幕的东港暗时，将邀请故事工厂演出戏剧《变身侦探》。八月二号泡泡互动魔法学员将邀请大小朋友做回来同欢，还有我是飞官社会人机边缘的比赛、雷虎小兵闯天关等等活泼趣味的闯关游戏，活动到八月十五号，欢迎乡亲踊跃来参加。南台新闻萧明兴南区采访报道。